我就是黄培德，我是由1977年到美国，来到美国之后呢，我就一路做个餐馆，做到我退休。我在这个包里街81号4楼呢，我已经住了有17、18年了。我在唐人街住了有这么久的历史，自己离开唐人街那个时候呢，你要去找一个旁门啊，有可成问题，交通方面呢又不是很方便，所以自己历来在唐人街住了这么久，又不舍得离开唐人街。